猫能吃虾吗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一般情况下不建议给猫咪喂食虾，一方面是因为虾壳质地比较坚硬，而且不易消化，猫咪进食后容易刺激消化系统引起不适；另一方面，虾是属于海鲜类食物，有比较强的致敏作用，特别是对于猫咪来说，如果进食虾肉导致过敏，可能会威胁猫咪的生命，导致猫咪死亡。虽然猫咪的饮食结构以肉类为主，但建议固定喂食某些肉类，比如鸭肉、鱼肉、鸡胸肉、牛肉等，这些品种的肉类完全可以满足猫咪的营养需求。为了猫咪的健康成长，平时建议以猫粮喂食为主，并注意每次的喂食剂量，建议选择五谷并且肉类含量较高的猫粮。